琳琳，我哋今日学《弟子规》好唔好啊？好。咁好啦，你可以开机啦。《弟子规》，圣人训，首孝悌，知谨信。泛爱众而亲仁，有余力则学文。弟子规，圣人训，首孝悌，知谨信。泛爱众而亲仁，有余力则学文。《弟子规》的意思是，《弟子规》这本书是依据古代圣人孔子的训示和教诲编定而成的，是古代先贤教导我们做人处事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。做人首先要孝顺父母，尊敬兄者，友爱弟妹。其次是日常的言语行为。弟子规，圣人训。弟子规，圣人训，首孝悌，次谨信。首孝悌，次谨信。泛爱众而亲仁，泛爱众而亲仁，有余力则学文，有余力则学文。琳琳，你读得好好啊！你而家识背未啊？识。好啦，咁你去背一次俾我听啦。弟子规，圣人训，首孝悌，次谨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，有余力则学文。你背得好好啊，快啲过嚟写写。